你迷路了？因为我第一次进去要上来，我一直寻找啊。那你要往哪边去？好高铁的。你要往哪边去？高铁。高铁啊、哦。住高雄哦。这是你本人吗？对。那你的行照有吗？我现在有查证一下。有，那怎么停啊？我不知道哦。你在停？在，跟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我们从第一个有没有？匝道就靠右。哦，我在你后面。来，你车子给我们同事骑，帽子给我们。对，靠右边那边下去。哦，我跟在你后面，我保护你。来，你坐车子吧。吓死了齁。